同大家隆重介绍2020年最新产品六六好神拖，无论是平地定是楼梯都难拒不到啊。2017年嫁给澳门德骏集团8亿 CEO 的安以轩，生了仔仔六六。这日他在社交网站铺了仔仔穿着红白色衫裤在家爬来爬去的相，安以轩形容他是自动拖地机，每日晏昼拖地两个钟，仲识自动爬楼梯添。不过爬楼梯都有危险性，所以安以轩为他加配了安全帽。连他自己都说有了安全帽， BB 的嫲嫲就放心了。今次仔仔的拖地相仲可以见到更多他们住紧的豪宅细节添。